空基础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尽快的建立一个航空的概念。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数字有区别的就只有四个。那零呢，我们读动，动，不叫零。一呢，读幺，幺。二呢，读两，七，它读拐，七叫拐，拐。那我们来做点练习，张琪。你觉得哪个日子对你来说比较特殊？你可以用这个来报一下。好，就是两栋栋九栋九栋九，结婚纪念日。啊，你有没有啊？两栋幺五栋九栋八，一样，对，一样的。你们觉得如果给你一串数字的话，你连续读多少位？不会错呀，一百个，我二百。我觉得只要是速度均衡，我求稳嘛，尽量不错。言外之意一直不错。对。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数字。哦。太对。程序开始，然后我们给你看你读多少位会错哈。3.14幺四幺五九两六五三五八九拐九三两八三两拐九栋两八八四幺九拐幺六九三九九三拐五幺栋五八两栋九拐四九四四五九两三栋拐八幺六四栋六两八六两栋八九九八六两八三四八两五三四两八幺拐六四拐栋九。我相信你应该有点厉害啊，有点厉害。高瀚宇，你能做到比他稍微快点读到两百位吗？不太行啊。开始啊，帮他记着。可以的。3.14幺五九两六五四三三八三两拐九五栋288419。已经错了。你说的是二八。我二百。张琪呢？求稳的。我试试啊。3.14幺五九两六五三五八九八八四幺九拐栋六两八六两零啊，错了，栋。好，那数字这块其实我们就做了个小游戏，就希望大家借这个机会呢，能够强化一下。